英雄联盟打坦克最强的四个 ADC， 卡莎的综合能力最强，首先就是薇恩了。薇恩在 ADC 中是一名很具有代表性的英雄，就如他的名字一样，他可以在暗夜中猎杀所有的猎物。第二个就是大嘴了，大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标准的后期 ADC 英雄，超高的伤害加上超远的输出距离，如果有一个露露的保护，后期只要不能一套将其秒掉，大嘴是完全可以一喷雾的。